今天这样的相遇，我幻想过无数遍。那个原本遥不可及的人，突然出现在你身边。是他，陈真宁。我们认识吗？谁不认识你啊？我打个招呼。像他这么自大的人，怎么会认出我来？哎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这雨什么时候停啊？小心！不会吧，又拦我！尚总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干嘛？你拽着我干嘛呀？我是看到刚才有车子路过，我怕那个水溅到你身上。就是水溅我身上，那你也不能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神经病！你神经病吧？盛总，您认识刚刚那个女孩吗？每天我都要见那么多人，难道每一个我都要认识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就是觉得那个女孩有点不一样。今天这事儿，明白，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盛总，今天这个不会是您的初吻吧？嗯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又多嘴了。这个月的奖金不用领了。哦，知道了。郑总，有个文件需要您签一下。孙会长稍后就到，他们也提出要求，要先对会议场地还有酒店的餐饮进行全面的考察。这是长盛第一次举办酒店文化高峰论坛，我要亲自带孙会长感受一下我们长盛的服务质量。哦，你说世界这么大，怎么又让你俩给碰上了？你说他真不记得你啦？谁要俩姐姐呀？你千万别跟我提他，晦气死。哦，晦气死了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就应该好好发挥咱们砍价师的优势，好好的砍他一笔。嗯，然后让他长长记性。别别别，我这辈子啊，都不想再跟长盛扯上一毛钱的关系。陈姐，哎呦，干嘛呀？小点声。有个大客户，来活啦！爸，我走前面。
家庭吗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夏浅。李小姐，刚刚已经介绍过了，我是负责人夏浅，这位是穆小妍，那位是穆双双，我们三个呢都是侃侃而谈的砍价师。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砍价师这个职业。很多人都会这么说。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，你可以直接把我们想成中介，就是用最合理的价格为客户买到最想要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收取一定的服务费，算是双赢吧。那林小姐需要我们帮什么忙？五月我要办婚礼，酒店宴会厅的预定，我想拜托你帮我搞定。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同时我们可以给你承诺，一定会为你拿下最优惠的价格。我不需要优惠，只需要酒店档期就可以。有钱。哦，那请问你想在哪家酒店？长盛酒店。定金我可以先付50000，够不够？如果可以能拿到酒店档期，我再加钱也没事的。何志旭，别走了，你站住！我问你，你给我发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你不能跟我订婚了？你说啊。你听好了，我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人，我也不会挽留你。你今天要是再走一步，你走一步我就不要你了。就算你回来求着我，我也不要你了。林小姐，现在已经是四月中旬了，时间非常紧迫。而且长盛酒店五月份的档期应该已经满了。那是不是可以考虑换别的酒店呢？长盛对于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，只有长盛才能见证我和我老公的幸福。我明白。这个时间非常紧，所以对我们来说不容易，我们需要考虑一下。好，那拜托你了。感觉你这个砍价师还是个大事业一样啊！哎，你真是心比天高啊！你这梦想是要有的，万一哪天实现了呢？这个季度的房租是不是该交了？喂，柠檬小姐，我答应接下这个单子。太好了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定金必须今天晚上打过来。哇，我还以为这个月不会发工资了呢。你也不用勉强。
我是非常认真考虑过的。怎么能因为我和顺哲您有过节，我们就不接跟长盛相关的业务呢？这不是耽误我们自己吗？而且啊，我们公司现在是成长阶段，每一个业务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抓住。同意。那你要是接受了，我也同意。订宴会厅啊，主要对接长盛的销售部，不会跟那个顺哲您扯上什么关系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夏女士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这边请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事儿得跟我们盛总经理交涉一下。不用那么麻烦吧，这就是个档期问题啊。经理，我知道的，你们五月份的档期已经满了，但是我查过了，5月15号这一天，8号宴会厅可是空着的。我们安排了8号厅那天做装修，所以说他才没有被定出去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把8号厅的装修挪到下个月？我愿意出双倍的价格买下5月15号这一天。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我真决定不了，必须得盛总点头才行。酒店这么大，我去哪儿找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。怎么又是他？这个蓝心花它不能一直晒着，它晒了一早上才会蔫掉的。你看你不用浇水，它是晒蔫的，又不是干蔫的。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你是不是底肥也没加呀？底肥对于蓝心花来说很重要。没想到他还懂挺多。我想问一下，知道你们盛总在哪儿吗？他找我干什么？回去叫安安查查。一个花匠怎么可能知道？行，你忙吧，记住了。上午11点，你需要协助盛总和各部门的人士进行审核、评估，还有长盛新的公关方案，今天你也需要确定下来。知道了，下午2点安排个会吧，让各部门的主管一起讨论一下酒店下个季度的购置预算。总监，您刚出差回来，不需要休息一下吗？不需要了，通知他们吧。鲍哥，珍妮，出差辛苦了。应该的。我带了瓶酒回来，要不去我办公室坐坐？好啊。哎，走错了，你的办公室不在那边。来，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？今天董事会开会决议，想请您担任长盛的副总经理。我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嘛，所以想让人事部瞒了下来。怎么样，秦副总经理还满意吗？让你费心啊。对了，何伯哥，下次的董事会你也来吧。以后在会上咱们哥俩一定要并肩作战。最近董事会开会频繁，会有什么事吗？也没有什么大事。走了，拿着吃的。谢谢，稍等。你不会真打算去长盛蹲盛哲宁吧？不然怎么跟他谈合作啊？我以为你会展开你的小雷达，四处围堵搜寻盛哲宁，没想到你这种定人战术这么普通一招。最普通的就是最有效的，懂吗？
高。今天又来了，让大堂安保人员盯紧点，别影响其他客人。郑总，刚问过前台了，这个女花痴在四处打听您的消息。我觉得自从上次那个吻之后，上次那件事之后，这个女花痴好像就爱你爱到无法自拔，这都打听到酒店了，应该是要彻底缠上你。不过也不怪她，谁叫我们盛总这么有魅力。以后我们走地锅，我不想再碰到。明白。是大堂的王经理吗？女士您好，女士。啊，你好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盛总经理他平时都是住在酒店的，这么晚了，他肯定早就休息了，不会路过大堂的，所以以后您晚上都别等了吧。我等了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抱歉啊，女士。我理解，谢谢你。没事。财经新闻，国内金融巨头利和资本即将进军酒店业，京海市各大酒店将会面临一场经济风暴，而长盛作为京海市最大的高端酒店品牌，将会是这场风暴的中心。最近我收到消息，说利和资本要收购长盛，大家怎么看？据我了解，利和资本非常霸道，不管他们收购谁，都要开出两个条件。对于那些主动接受并购的是一个价格，对于那些认为他们是恶意收购并负隅顽抗的是另外一个价格，这两个价格之间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正式接触一下对方，知己知彼，做好两手准备。如果最后真的走到并购这一步的话，最起码我们能为长盛争取到一个好价钱。各位股东，你们面前有一份材料，每个人都有。这是我们长盛本季度的营业额还有上市评估的材料，各位看一下。长盛近年来的业绩一直不错，盛总呢一直在忙着上市的准备工作。其实我觉得长盛的未来很有优势，这个时候谈论什么并购的事儿？是啊，目光要放长远一点嘛。我也不赞成，一旦新的资本进入之后，长盛的服务品质就受不到保障，反而会影响到我们长盛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好声誉。既然各位都这么有信心，我更会努力把长盛搞得越来越好。那收购的问题就告一段落，散会吧。我已经按你说的提了收购的事儿，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。没事，
反正今天也只是试探而已，后面我另外会有安排的。那我手里那3%的股份，秦总打算什么时候办转让？这个部分你不用着急，你的股份我会找人先代持，价格也会按照我们之前所谈的一样。我会让他们尽快处理。好，知道了，秦总。辛苦了，林总。夏小姐，我已经跟盛总汇报过了，不是我们不想接这单生意，确实因为8号宴会厅暂时没法使用，多媒体硬件升级，供应商那边的价格到现在还没同意，所以装修的事情一拖再拖，您每天来催我，我也很难办。哎，秦姐，啊，你怎么来那么早？都来了，哎，去逛一杯咖啡。又在研究长沙，为了这个档期，你都快把他们家发家史研究透了吧？那能怎么办呀？我这用的差不多了，那你帮我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上楼去一趟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啊，女花痴，是你啊，狗腿子。说谁是狗腿子呢？你干嘛说我是女花痴啊？对我们盛总图谋不轨，你不是花痴谁是啊？我对你们盛总图谋不轨什么意思啊？那天在公交车站抓着我们盛总不放啊，还有啊，这两天天天堵在我们长盛门口打听我们盛总的消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说实话，我们盛总的小迷妹很多，但是像你这么执迷不悟、纠缠不清的，还真是第一个。我对你们盛总执迷不悟、纠缠不清，倒真不至于。不过呢，我确实是在等你们盛总。什么了？为什么要离开啊？盛总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夏小姐是我邀请过来的，也不是什么女花痴，真都是误会啊。误会？你还记得2年前在咱们酒店办婚礼的那个女孩吗？她未婚夫跑了，你还冤枉她按响了咱们酒店的警报器。盛总，有人误按警报。何日俊，你别走！哎呦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何日俊，谢谢。何日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刚才你按了警铃，导致所有的客人惶恐，请你跟我去趟保安部。我现在有急事儿。你所谓的急事，我全都已经看到了。那酒店的损失谁来负责？那你现在拦着我，谁来负责？跟我回来好吗？请你配合一下。你让开！盛总，安保部那边查清楚了，没有人按响警报器，
警报器报警是电路问题，我们冤枉那位小姐。这位小姐还在酒店吗？已经离开了。是他。是啊，所以赶紧让保安快点把他放下来吧。麻烦了，谢谢，再见。大哥呀，帮忙通融一下，行不行啊？我真的是为你们盛总约好了，我东西都带来了，很重要的事情，帮帮忙好吗？你们几个干嘛呢？一点礼貌都不懂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太懂事儿。那个盛总请您上去聊，咱们走吧。啊啊，走吧。你脚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抱歉，其实都是误会，也没什么。喝点什么？嗯，不用不用，谢谢盛总。我听安安跟我说，你来找我是想要谈酒店五月份婚礼档期的事儿。是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位客户想要五月份在你们酒店办婚礼，我知道五月份的档期已经满了，我也查过了，5月15号这一天8号宴会厅是空着的。但有一个问题啊，8号宴会厅其实呢需要整修一下，所以一直没有对外。那你们8号宴会厅一直没有完成整修，我也知道是因为部分的硬件设施价格没有谈拢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免费的砍价服务，那你们能够尽快的购买到设备，整修也能够尽快的完成。这个是我根据你们的需求做的一份比价方案。好，回头我详细的看一下，过两天给你答复。嗯，好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就刚刚在楼下玩了。等一下，安安，你开车送他一程。小姐跟我走吧。谢谢盛总。这份比价方案真的有点意思了，思路明确，条理清晰，他将酒店的一些硬性需求跟产品的功能进行了对比，剔除掉了一些价格高却华而不实的产品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确实比我们采购部要灵活多了。我觉得也不错。哎，要不把他挖到我们公司来，反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。人家有自己的公司。你给我看这方案，不会只是让我品头论足吧？也对。8号厅的硬件设备订单，我准备交给他试一试，看看这个比价方案会不会只是纸上谈兵。妈，嗯，忙完了早点睡啊，我走了。哎行，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拿着啊。你拿回去干嘛呀？我有钱。你有什么钱？你有没有钱我不知道啊。上个月把车都卖了，说吧，这个月打算卖啥呀？哎呀，我把车卖了，我天天走走路多好呀，锻炼身体，健健康康的。行了，别大肿脸充胖子，给你就拿着。啊，对了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开什么砍价公司，当什么砍价师？你知道亲戚邻居问我，
说你这个工作到底是干啥的，我是没有一次给人家解释清楚了。行了，来吧，今儿给我解释清楚了，他到底是个干啥的？说说说。嗯，我给你解释解释啊。嗯，看这肉串，你卖别人得五块，我来了你就得卖我三块，还得顺便烧上一串土豆片。不是，卖给你三块，还得再搭一串土豆片，凭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人家亲戚。凭我的本事呀，砍价师就是花最少的钱干最难的事儿。没事没事，我要是哪天真混不下去了，我来继承您的事业，把咱们丽萍烧烤摊发扬光大。你把手给我放下去。你什么时候能有个正形啊？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给嫁出去？婷姐，胡说！哎，这宵夜拿回家吃啊！哎呦，我太饿了，我拿回去吃了啊！好，啊，那我走了，谢谢胡叔。哎，啊，那我走了。哎呦，天哪，这，你说你对他还真是够好的呀，你这。收拾吧。盛总，夏小姐到了。盛总。我过来呢，只是想观摩一下夏小姐是如何砍价的，不会影响你的发挥吧？当然不会啊，盛总多虑了。夏小姐，你说的这个价格我真的给不了。这款新媒体投影设备还增加了蓝牙的功能，十分的方便，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吧。马经理，那我直说了，你们这款设备的蓝牙功能就是个鸡肋。那设置蓝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方便连接外置的音响。那你们这款设备的蓝牙功能太不稳定了，经常会自动断开。有很多的消费者都在你的产品评论区已经反馈了这个问题。不知道马经理有没有看到？据我所知，大概三个月之后，你们会上市一款新的防疫产品。新产品增加了15000流明，但价格上并没有增长很多呀。买新不买旧是消费者普遍的心理。那到时候你们势必会降价销售，我现在能给到马经理的价格，应该比降价后的价格还要高一些吧？啊，盛总，您别为难我呀，长盛家大业大的，没必要跟我计较这点小钱吧？马经理，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，什么意思呀？长盛的钱不是钱吗？大风刮来的，长盛是消费者，消费者就有权利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对吧？算了，盛总，既然马经理已经很为难了，我们也再考虑一下。三个月时间是来得及的，到时候买也合适。嗯，觉得算了吧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就按夏小姐说的价格卖给长盛了。这可是我卖过的最便宜的价格，你可千万别给我说出去。马经理，这个可以放心，我们绝对保密。那这样，盛总，我先走了。盛总，搞定了。可以啊，夏小姐，我们采购部谈了那么长时间都没谈下来，你不到半个小时就谈下来。其实也没什么。砍价就是心理战，还有信息战。知道对方的底牌之后，一切就很简单。啊啊，盛总，我都记下来了。盛总，是不是还有两个单子？只要价格我能砍下来，5月份的档期就给我。对。准备好合同吧，等我好消息。
据的地方，你觉得呢？是不错。行，那你帮签个字吧。嗯，你确认一下。好了，夏小姐已经把通讯设备还有新风系统的单子都拿下来了，价格呢比预想的要低了很多，替咱们省了不少钱。哎，他为什么不到餐厅吃午饭？可能是为了省钱吧。不过夏小姐下午两点约了星源科技，要替我们公司和他们的代理商开会，估计也是为了节省时间，免得来回折腾。安排一下。夏小姐，这是您的员工餐。员工餐？什么意思啊？盛总说您现在已经属于长盛的员工了，所以理当有您的员工餐。不尝尝吗？行，谢谢吧。你们长盛的员工餐也太丰富了吧。当然不是了，这是盛总吩咐过。哦，谢谢你们盛总。那你慢慢吃。对啊，今天还挺顺利的。明天我再去新源科技的公司和总负责人聊一下，合同应该就差不多能签下来。这么看来，柠檬的合同应该后天就能搞定。嗯，为了完成这一个单子，还得免费再帮长盛砍两个，就为这一个还得搭俩，是不是付出有点大呀？还好，反正能把柠檬的档期谈下来，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嘛。夏姐姐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其实也没有啦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运气好，刚好呢碰到长盛有砍价的需求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顺利。那也是你能力好呀，夏姐姐，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。其实我的家人都不支持我结婚，只有你一直在帮我，而且我能感受得到，你不是单纯的为了工作，而是真的想帮我在长盛办一场理想的婚礼。其实啊，我说实话，你呢，让我想起了当年我订婚的样子。我当然希望你能幸福啦。订婚？嗯。你也在长盛订过婚？是的。那后来呢？嗯。后来啊，那当然婚没有订成啊，就是那个渣男，他就人间蒸发了，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他。这么夸张，真是个渣男。对，夏姐姐，离开你是他最大的损失。我接个电话啊。你接。喂，老公，你到了呀？我在二楼呢。好，我上来了。